来，这个是什么？三角龙。这个呢？这个是暴龙。啊，这个是火山。还有嘞，这个是剑龙哦。这个是什么？翼龙。这个是雷龙。你喜欢恐龙吗？喜欢恐龙，我们去奇美博物馆看恐龙啊！恐龙，哦，来跟你说个恐龙浪里的故事哦，好像不是这个。好啦，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咯，啊，自己拿哈，自己拿哈。自己看，复习，不是这样复习呢。这里，那有看到吗？有哈，复习，这个是什么？剑龙，这个是剑龙，懂吗？剑龙。